今天早上一起床啊，我就觉着不对劲儿。你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有，挺好的。没有？那怎么听着你这声音跟以前不一样？没有，瞎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有点感冒了。啊，感冒了？我说我心里怎么不踏实呢？啊，那个男。爸现在身体挺好的，不想在这儿待了。要不你今天来一下，帮我把出院手续办了吧。爸，您就安心在那儿住着吧，我求您了，行不行？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是不放心。不是，我在家里吧，还能给你做做菜，跟你聊聊天儿。你说在这儿待着，一个人，他可没意思了。好了，爸，我跟你说。 要忙了，喂，挂了。这个孩子，哎呀，都说这闺女啊，小的时候好养，那可不是用不着操心呢。这大了，该嫁人了。哎呦，你看把人烦的呀！ 就跟谁说话呢？你吓我一跳！来来来，陪我下盘棋。去！我正式没忙完呢，哪有功夫陪你下棋？就下一盘，不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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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烦着。下盘棋就不烦了？你看啊，山水之间，二人对弈，修身养性，其乐无穷。来来来，哎呀，穷什么穷？你自个儿穷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在这待不住了，我得去看看我闺女去。 他越烧没事儿啊，就越有事儿。哎，哎，伟大哥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走了，谁陪我下棋啊？谢谢。 我听说了，对不起，我昨天太莽撞了，给你惹麻烦了。哪儿的话呀？昨天要不是你帮我，我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。真的谢谢你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会跟康丽姐释清楚。如果你真的想帮我，你就不要去。为什么？康总对你一直有意见。 如果这个时候你替我出面说话的话，他不仅不会原谅我，反而会把对你的看法转嫁到我的身上。那今后在销售部的日子会好过吗？那你现在在销售部的日子就好过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康总还是很器重我的，这些年也对我不薄。我相信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故意责罚我，而且在销售部谈砸了一个案子，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。 况且，那个彭总对我的态度，康总也不是不知道。但是如果让他知道打人的人是你，恐怕他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。所以请不要去。蔚蓝，我只是不想看你忍气吞声，受委屈。没关系，在销售部待了这么多年，什么事没有经历过，这点委屈不算什么。而且康总今天有一句话说得很对。 怕压力就不要来混职场，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，所以他对我失望是有道理的。你既然在销售部过得那么辛苦，那不如干脆别做了。我刚从法国回来，接手大客户部，我对这边的情况和业务不是特别熟悉，我正需要最信任的人来帮我。蔚蓝，在整个 MT， 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。我知道你想帮我，但是我就知道你这么想，所以这一点我必须跟你说明白。 想调你过来，绝不是纯粹要帮你，主要是为大客户部以后的发展着想。你说过，在公事公办的地方，我们还是公事公办一点才好。怎么样，魏经理？你是康总最器重的人才，你的工作能力和你的管理经验，正是我需要的。我们大客户部不养闲人，如果你来的话，表现不佳，我的脸色也不比康总好到哪儿去。季总。
但是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还是不能接受你这份邀请。于公的话，我觉得我更了解，也更适合销售部的工作，而且我也决定要在那里闯出自己的业绩。于私，康总这些年对我提拔有恩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，特别是在我犯了错误之后。 我不能就这样落荒而逃，真的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。蔚蓝，总裁来了，我得赶去开会，我要先走了。这件事情你先不要急着拒绝，我建议你还是考虑一下，您考虑清楚再给我回复吧。 来找你干嘛呀？没干什么。没干嘛？来这儿偷偷摸摸的，还动手动脚的。看来他这么摸你肩膀了。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他只是知道我搞砸了宏远的案子，正好路过，顺便安慰我几句。安慰你？不，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凭什么他来安慰你啊？那应该谁来安慰我？从早上到现在，整个销售部都在议论，你不是不知道康里把我批成什么样子。 你安慰过我一句吗？你给我发过一条短信吗？我不就是来安慰你的吗？我刚才看见你从康丽那边出来，情绪就不对，我想来安慰安慰你的，没想到我还晚来了一步，让别人捷足先登了。你别走，还有话问你呢。我听他们说昨天晚上你带一个男的去打那信封了，谁呀？反正不是你。那到底是谁呀？是不是那Jason？你说话呀！ 哎，我真是搞不懂了，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他有关系啊？又帮咱们安排床位，现在又来安慰你的，他到底想干嘛呀？你看着我。好，我告诉你他想干嘛。他想往康丽的墙角，调我去大客户部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刚刚回国，以前跟过他的下属，现在都不在了，所以让我过去帮他的忙。那你就答应他了。 大客户部那边的工作你了解吗？你做销售部的工作已经够吃力的了，现在还要调部门啊！我可不止听一个人说过 Jason 的人品有问题了，跟那些女员工、女下属的关系道不明、说不清的。还有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给咱妈转院也是，现在调部门也是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老公啊你？你说完了吗？没说完。反正这事我不同意。 我不许你和Jason一起工作。完了，我已经答应了，这事由不得你同意不同意。说不清是解脱还是另一种折磨。 我只想把所有委屈全部对你说。如果有哪一天，你看这个合同，我们实在是搞不定了。搞不定找我干嘛？要我来帮你搞定啊？嫌难做是不是？难做走人呢？我要怎么说你才肯听？爱你没缘。 说你永远都爱我 ，Stay with me, I love me forever。说不清是解脱还是另一种折磨，我只宁愿。 伤人的话从来没有说。如果有那一天，我的身体变成透明，你
才能真正看清我这破碎的心情。我要怎么说你才肯听？爱你没原因 ，Love you so much, I don't care anything。 我要如何听你才肯说？这大半夜在这干嘛呢？我石头叫你呢，大半夜有媳妇儿搂。我是真有媳妇儿搂，我还能在这儿跟你做呀？怎么了？被撵出来了？你这二人世界才几天呢？怎么这股劲儿过了？这真要被撵出来就好了。冷暴力，别提。啊。这啥玩意儿啊？肉，那么恶心呢？恶心你还碰？不要脸啊！真恶心，还给你。啊！问起来，你就说没看见过我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你走不了的。为什么我走不了？你没有车。我有钱，我打的走。你不知道吧？这个疗养院的地址是我选的，宁州湾依山傍水，远离尘嚣，这是我选址的初衷。这里啊，离最近的 CBD 要2个小时的车程呢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平时没有预先订车的话，出租车根本不可能到这里来。你如果自己想下山，只有自己徒步了。从这里到能打到车的地方，至少要8个小时。8个小时？为了我女儿，80个小时我都能扛得住。既然你决定要走，也不在这一时之急，我已经替你叫了一辆车。比你徒步要快得多，嘿嘿，真够哥们儿。车呢？估计再有半个小时，司机就到了，刚刚好够我杀你一盘的。怎么样，明理？咱们边下边等。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心里把你当做什么人了。哎，这就像。我的嘴上叫着媳妇媳妇，其实我心里啊早把她当做我的孙媳妇了，明白吗？你的意思是？我是说，你们家闺女跟我孙子的事。你是说他们俩有事儿？有没有事儿就看咱们俩怎么给他们传了。传？虽然我们家没有你们家阔，我魏明礼他也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，我是看着你们家孙子人不错，我才这么随口说了一句。可是话说回来了，像你们这种有钱人的富家子弟，哪个屁股后边跟着的漂亮女人不是一堆一堆的？我可不想让我闺女将来跟着他受委屈。看看。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合影。据我所知，我孙子目前还是单身，而且他对蔚蓝很有意思。问题出在你们家闺女身上。啊，你是说这个？要不然我怎么个想方设法让你住到疗养院来，管吃管住，陪玩陪聊？你以为我是老年痴呆啊？闹了半天，你是想贿赂我？我问你，
这几天通过咱们俩，魏兰和杰森的接触是不是多了？是。他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深入了？是。感情的递进是不是很明显？还真是。所以说，咱们要把疗养院当做我们的根据地和指挥所。现在到了关键时刻，我们应该坚守在这里，旁敲侧击，以逸待劳。那你就能保证，你们家孙子是真心喜欢我们家蔚蓝啊？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多么的喜欢你们家的蔚蓝，可我是他的爷爷，从小把他带大，我看在眼里，心中有数的。董事长，车到了。经理啊，这棋摆好了，车也来了，你是走呢还是下？下就下。哎，我还怕你？赌什么？还要赌啊？这不赌有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刚才我让你陪我下，你不肯，现在你想下了，对不起，吃赔了。哎，哎哎哎，老头，你骑不下了，你把车给我叫回来啊！你说这老东西，是真病还是装病？这个季度，我们一直盯着宏远这个大项目来做，但是，我正式宣布，这个项目结束，到此为止。至于原因和结果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了。以下。我宣布几项处理决定。第一，整个销售部包括我在内，本季度的奖金全数扣除。第二，对这件事情负主要责任的蔚蓝魏经理扣发一个月的工资，蔚蓝的全体组员每人扣薪30%。康总，我做错了事儿，给公司带来了损失，任何处罚我都愿意接受，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过失，跟我的组员没有关系。有关无关不是你说了算的，魏经理，你犯错跟你的组员没关系，而你组员犯错也跟你没关系。请问你这个是什么样的团队？团队精神何在？只要在一个团队里面，就没有纯粹个人的自己事情。事事应该以团队的利益为重点，如果专凭你自己的喜好来办事，而罔顾团队的利益，你配当这个头，配当这个经理吗？康总，你的电话。你没看见我在开会吗？是总裁打来的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为什么你马上要调职了，而我却被蒙在鼓里？康总，有恃无恐，殴打客户，怪不得。原来一早就计划好了，找好下家了，对吧？不是这样，吉总他昨天才来找过我。我是想等您气消了之后再跟您报告这件事儿。报告？调令下个礼拜就要出来了，你下个月就要去大客户部上班，一个来问我意见，一个说要跟我报告，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啊！说，你们还有谁想跟他一块儿走的？现在一块儿说出来。你要走，随便你。杰森要挖墙脚，没完。恭喜你啊，魏经理。
你消消气，千万别落入 Jason 的圈套啊。怎么说？听魏经理说， Jason 是昨天跟他提调职的事情，以魏经理的脾气来看，这应该不是说谎。昨天才说，调令已经准备好了，哪有这么快？所以说这件事 Jason 一定是预谋了许久，可是魏经理未必知情。很可能是 Jason 昨天来找他谈，可是魏经理没有答应他，今天才找了高层来施压。您刚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魏经理走，怕是帮了 Jason 的忙了。我和魏经理虽然是死对头，可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。我们销售部需要这样的人才，而且有魏经理跟我竞争，我也会更有斗志。何况我们也不能让 Jason 这样的人得逞啊。百平，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？你很识大体，非常好。去吧。你好，自为之。喂，爸，我现在在上班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什么？椒盐花生？那个很难买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下班给你送去。大孙子，爷爷馋了。晚上给爷爷送点好吃的来吧，啊！看来是装糊涂。啊！魏兰，季总，去哪儿？顺路送你啊？不用了，我要去的地方很远，您不会顺路的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你都不知道我去哪儿，你怎么知道不顺路啊？现在不好打车，去哪儿？我。要去超市买一点椒盐花生，然后去疗养院给我爸送去。我要是跟你说特别顺路，你信吗？季总，这是您要的花生，谢谢。相信了吗？哎，你说。靠谱吗？靠谱，靠谱。椒盐花生的味道啊，真靠谱，香，真香。又糊涂了，这真是的。你猜他们俩在说什么？不知道哎，大概是在聊椒盐花生吧。刚才吃了这么一大袋。不，我猜。他们在说我们俩。我们？我们有什么好聊的？没有吗？没有吧。你说没有就没有吧。这时候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不可能有。姜。哟。闷死了。我又赢了。我说你什么时候真糊涂，什么时候装糊涂，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好不好？你把我弄糊涂了。我总觉得我虽然是风流倜傥、一表人才的青年才俊，坦白说，公司内外追我的女人不少。这个我当然知道。除了那些和吉总交往过的明星还有名媛之外 ，MT 里的女员工也很少有人能抵挡住吉总的魅力吧。
原来公司的八卦传成这样。所以齐总，你不用怀疑自己的个人魅力。那你呢？我。你怎么看我？怎么看那些八卦？我当然觉得齐总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，但也正是因为齐总的魅力，所以我也认为那些八卦应该不是毫无根据。我承认，我交往过的女人确实不少。在我的概念里，恋爱跟婚姻是两回事。我可以谈感情，但却无法承诺给一个女人婚姻，除非我确定自己能够对这段感情负责。我当然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这个原则，在开始一段感情前，我总会跟对方说清楚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对他们算是问心无愧了，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确实对感情太不负责任了，真的对不起。你不需要向我道歉，因为对我你真的是问心无愧。对了，这个还给你，谢谢。扳手，给。小子，21号了，肯定。强子呢？出去了。哪儿了？刚才有个女的来找他。女的？对啊，那女的长得挺漂亮的，想不到强子艳福不浅呢。嫂子，强子，不是你上着班，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辆车没修。小美，师傅，你们慢慢聊啊。我先修车去了。师傅再见。挺喜欢画指甲的，以前你还说呢，说将来有钱了要自己开个美甲店。我妈说干美甲没出息，又挣不了几个钱。咱俩分开之后，她又给我安排了几次相亲，都没成。他就怪我说是因为我那个美甲工作不体面，嫁不到好人。后来他有一朋友就介绍我到保险公司去当业务员。什么业务啊？去卖保险呗。听着是比美甲工好听点儿。别笑话我了，我这才上岗就快下岗了。怎么了？都一个月了，我才卖出去一份保险，还是我妈逼着我舅买的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不像人家那么能说会道，又不认识什么朋友，所以只好找熟人。我们主管说了，要是这个月业绩再没起色，过了试用期就让我收拾东西走人。我要不是没办法，也不会想到来找强。
干嘛不找我呢？哪好意思找你？哎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哎，老板，嗯，汤里别放香菜啊。好嘞。吃吧，趁热。啊。其实我说早就想买份保险了。你不用为了我。不是，你不老说我开车快吗？我现在车开的越来越快，而且吧，每天我都遇到那些奇奇怪怪的、这倒霉的事儿，真的。你看这个人身意外伤害险，这不就为我准备的吗？哼。而我看啊，这每年这保险的钱也不贵，几百块钱，我早就该买了，搁人家买不是买。这样，你别，我这不会说话，你这眼圈一红吧，我就紧张。你越对我好，我越觉得对不起你。哎呀，别这么说啊，这都过去了。您的汤，啊，天底下有什么困难事过不去啊？是不是？你看你现在不就越来越好？都业务员了，这还有名片，这就是身份的象征啊！啊，我才只有身份证，是不是？哼，你回头把你这些名片多印点给我啊，我给我认识的朋友每人都发几张，让他们都来你这儿买保险。你再说了，4S 店每天客人多少呢？都找我来修车，都是有钱人，开宝马的，我让他们每人都来你这儿买保险，是不是？到时候你这。不出试用期，你就是金牌业务员了。他们能让你下岗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啊，吃饭。谢谢。你是要找吉爷爷还是魏叔叔啊？啊，我找魏明礼。哦，你是来看魏叔叔的，他在院子里呢。啊，谢谢，那我去找他。好。知道吗？他身体怎么样？是不是病得很严重？他病得严重，哎呦，他比那30岁的小伙子还强壮啦！他又练功，他又练刀，他又下厨、掌勺、做大餐，我们帮他都当做宝贝，当做活宝一样的，别提多开心了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
怎么样啊？老魏啊，你赢了，赢了，我服你，服了，是吧？好，不是，拿来吧。拿啥呀？你看，你这愿赌服输，这都说好的呀，是不是？拿来，你。气死我了！他比那三十岁的小伙子还强壮呢。啊，主任，他今天一直都不喝，走到哪儿都只会赌，还骗我姐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艾姐，是我。伟西。对，我问你个事啊，昨天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很忙，回头再联系你吧。喂。喂。什么情况？哎，小叶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快被气死了！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谁了吗？我这边正忙着啊，我先不跟你说，我现在真没空啊。晚上你回来跟我说啊。么么么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什么？喂，喂喂，什么情况？情况，那护士啊，还戴一眼镜儿。没咋，你打电话突然请我吃饭、啊？也不是我请，是丁爽爽要请你。啊，那胖子呢？他今天不来，他只负责买单，吃饭的事儿不归他管。他不缺眼吗？因为他是丁爽爽啊。那他为什么请我吃饭、啊？你还记得那天在老王办公室，我们一起去偷不去拿那个汽车过户文件吗？啊，差点被人逮着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因为丁爽爽没有看住人，他为了表达对你深深的歉意，他非要让我请你吃饭。为了凸显诚意，他还决定把他的那一份全都让给你吃。所以今天你随便点，有人买单。这叫有诚意啊！有诚意吃蛋仔面啊！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你吃蛋仔面很爽，你知道吗？变态！笑。我不爱吃蛋仔面，上回吃都咬牙吃的。你这来啊，中午来碗蛋仔面。大碗。